妈，你哪会打喷嚏啊？是感冒？来啦，喝水啦。无啦无，可能是我边仔咧过敏啊，所以才会打喷嚏。你放心啦，我的身体无问题啦。过敏，我之前唔是有买迄个空气清净机转来？我唔是甲你讲过，转来就要甲这拍开吗？来，谢谢。哈。哦，你袂记得啊啦？哎。你卖看这世代世代哦。这有拿回健康科技，会当净化空气、过滤细菌，还有过敏源，好出来，对空气品质变好，你就袂一定安尼卡手卡手啊。阮迄个年代无遮尼好物件，所以吼，我也袂去给伊拍开啊。你看这下骹后壁倒边咯、正边咯，拢有进气口，会当甲出来底哦，空气内底所有有害物拢吸光光。阿哥，你看，加啦，直接显示 PM 2.5 浓度。嗯，对，这个空气品质哦是好，还是唔好，是清气，还是无清气哦，用目睭看就知影啦。嗯，啊，你的健康哦，是阮这囡仔上重视的代志。你会甲你家己顾好，以后等来出来底，就甲这拍开，对无？好啦，以后我伫厝里的时阵哦，我拢会甲伊拍开啦。嗯，啊，我来底整理一下吼。嗯。